嘿，家人们好，这里是 Knife， 过年出不了门啊，我们就在家水一期视频，所以我会很短，因为过年的鸽子非常懒。那黑寡妇呢，作为漫威上半年唯一一部计划要上映的电影，预告片你们都看了吗？那其中出现的那个肥胖版妖王简直就是老美队的重图换色。在查阅了科普之后，我才明白，哦，原来这个角色可能就是最早的红色卫兵 Red Guardian， 或者干脆就叫苏联队长。很多看完预告片的弹幕老哥们甚至给了他一个如此无法反驳的名字，红星二锅头队长。虽然说非常有句话，同时在漫画里呢，他也是寡姐明面上死了，但是其实没死的丈夫。当然了，电影宇宙的设定到底是怎么样，就鬼知道了。所以我想到的问题就来了：苏联队长有没有人偶卖呢？答案是屈指可数，几乎没有。搜遍全网，我只找到了这只120元不包邮、没有箱戳、1:12比例的二手孩之宝。如果不是没得选，谁又乐意买孩之宝的入门款呢？惋惜之余，我又庆幸 HT 还没有染指这个角色，不然二手都买不起，我这视频都出不了。那么问题又来了，品质如何呢？身高16.5公分，手腕肘不单肘可动，肩关节独立可动，但是范围小到忽略。头雕除了边缘少许非边一胶，整体饱满生动，但是中空的缩胶让人有些遗憾啊。胸腹相互独立，但无有效可动，或许能为站立姿态调整重心产生一些帮助。腰带、屁股与大腿根非一体成型，那大腿主体也是拼接构成的，色差巨大，而且由亮面改为了磨砂，整个下半身仿佛就是山寨产品拼接上去的。那膝盖同样单轴向可动，脚腕同样未采用球形的链接。那红色盾牌除了一处巨大的塑胶口外，整体质感优秀，漆面下的纹理甚至让人有一种中国漆器的错觉，尤其红色的表现又正又深沉，产品力水平远超主体。总体来说，作为市面上的独苗产品，我认为这个二手价格对于那些对苏联队长有兴趣的朋友来说还是值得的。但是作为一名前哨线队员，我清楚地知道这只人偶只是西方文艺界人士脸谱化社会主义战士形象为商业用途后的 IP 实体化产物而已，这一切都是虚假的设想，而真实的苏联队长应该是这样的。相同的价格，但身高达到了傲人的12寸。灵性国阿富汗射杀过阿明，在朴素的尼瑟 M88 作战服才打底的，是穿着后让士兵今晚无需降落伞就能落地洛杉矶的海魂衫。老子当的就是精锐。虚假的苏联队长只能盗用 Vanyang 的头套，加上浮夸的墨西干头，也是内心的脆弱。而真实的苏联队长，坚毅的眼神，方正的面庞，六亲不认不是挺拔的站姿，无一不在诉说着实弹挂上苏35今晚活捉特朗普的豪迈。他紧蹙的双眉仿佛在呐喊，苏联人民是有着很强的凝聚力的，任何的困难都达不到我们。虽然他脚踝关节的不及做工导致用热水烫过才能脱下鞋子，虽然他的整套RD54鞋型具都是实心树脂，虽然这些装具的包带连接处全是一碰就掉，到手都没法直接穿，虽然说这个根本就是在原包装里的 AKS74 竟然要加30块钱，但我觉得就价格来说，这把 AK74 做工不错。你看机甲盖的加强筋，然后快慢机曲率比较低的弹匣，机甲上的销钉，包括罩门上的标尺刻度等等都没有落下。那当然了，弹匣解锁机构不可能完全还原，这个还是靠摩擦力的，好在它也是顺畅并且牢固的。拜托，买苏联队长还送越战美军两个素体底下两套衣服才100块钱出头，加上这把30块的 AKS74 才跟孩之宝一个价，要啥自行车？代人是大便了。馋死家里身子的小布尔乔亚只爱好洗澡水，虽然我也馋，但真正的苏联队长即使进退两难，也依然永存我们心间。看到这里，我相信如何选购苏联队长，你已经有答案了吧？这就是本期奶子为你带来的100元以下12寸兵人，只要你不在意素体风骚的屁股，它就是你高性价比入门的不二之选。毕竟关了灯不是穿上衣服都一样吧？好了，这里是 Knife， 感谢你短暂的陪伴。我因为沉迷刷新闻和微博，最近隔了好久，下期一定改正，请务必点个关注，拜托了。Разрывают ваши хаты, да нам просто поебать. Скажем вместе, сука, блять.